大家好，我是包子。今天我们吃一点点石头烤肉，现在先准备点肉。这种食材太难煮了。我们终于把肉弄好了，这一点点肉应该够我吃了。我们先切大葱，然后切点蒜，最后切点洋葱。我们把配菜放在里面。猪肉之前，我们先腌个吧。我现在给他们放水。第一次我们放了点肥肉，现在我们放石头。我们再铺一层肉，把肉中间放一层蛋。我们再放点盐，我们现在放点生的盐钱，把盖子盖上。等肉等的天都黑了。石头烤肉做好了，邀请姐夫一起吃。哎，行了，啊，太香了。今天做的一点点。